看看，衣服给你套上了。哎，这衣服就套两条腿，你还把两个腿都撇外头了。来看，英俊呢？这位意大利已经被淘汰的选手，你觉得灿灿今晚能出现吗？这些国旗，32强的队旗，可惜啊，今天没有准备摩洛哥的球衣，因为确确实实没有想到摩洛哥会打进最后的10强。发火是，哎呀，这是。懒彪，你到球场你能当啥呀？教练，人家还是经常搞场外活动呢，还指挥比赛呢。那球员更不用说了，满场奔跑，那守门员后面他也不闲不着啊。你呀，你只能当那个足联主席了，你只能当足联或者足协主席，那个活动量比较小。哟，巴西队来了！偶像你也消极比赛啊？也不动。我去呀、啊！那小家伙绳子别揪了，已经很乱了。有粉丝说，我们家猫爬架已经千疮百孔了。的确是，这不仅千疮百孔了，这。恐怕都得千刀万剐了。来，球，你分散分散精力吧，你玩球吧，你可别咬那玩意儿了。这咋的？你不代表荷兰队吗？全国选手吗？你怎么走起路来像小脚老太太似的？快点走！突然觉得好看，穿这身还挺时尚的。谁在屋里？这判罚不满呢？哎，梨花，来，走啊，梨花。哎呦，快马加鞭，你就那个姿势，你走的像恐龙步伐似的，好看。你勾起了小梨花的兴趣，他被你吸引了。一屋的国际巨星，惺惺相惜，梅西和罗纳尔多，同代的两个准球王。咋了，英俊？你还需要做什么改良吗？你还揍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尤其灿灿球风一点不好啊！我把菊宝弄进来吧，让他们也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。虽然他没穿上球衣，球裤也没穿上，让他体验一下吧。在旁边当你们的球迷，做世界杯的观众也行。你俩还打不打？不打我。镜头就转移了啊！走路走起来嘛，人家服务生似的，蹑手蹑脚的。哟，这小梨花，这属于小球迷和一代巨星梅西合影了。哟，胖虎哪去了呢？啊，胖虎，赛前喝点水，压压惊。我去，你敢爬到 AU 边上？啊，胖虎已经被淘汰了。啊，那水多喝点水吧。灿灿，你是退化呢还是蜕皮呢？衣服眼瞅着就退掉了。你知道那一件球王衬衣不是球王衬衣去，球王球衣，那价值多少？
小丽花可能要偷那件球衣去了，还没等你退下来，他可能就给你拽走了，因为那件球衣价值不菲。你咋那么活跃呢？那么高兴呢？那么开心呢？你这还是球王梅西吗？你这整的快像贵妃出狱了都，球风一点不严谨。嘿，你看，英俊你也辉煌过啊，意大利那也辉煌过。哟，姥姥居然上来了，姥姥是荷兰队的，刚被阿根廷淘汰。大帅，巴西呀，五星王者，要技术有技术，要颜值有颜值。哎，可惜手机快没电了，我本来想放曲宝进来，他进来我也拍不上呢。